Salam.
所谓说啦，上求下化，正己化人啊，哦，未能自度而能度他，实无有是处啊。即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未得化起，亦无化他的什么能力啊。所以，咱若无如是，
吼，众生都袂甲咱啥听实啊。听人一口，妈那看来差不多，所以要离间众生无缘现度，吼，还得要依循什么正确的方向、理论、方法，一直是所谓四弘四面的哦，四愿的后面三条，叫做烦恼尽四愿断，法门无量四愿学，才能无上佛道四愿成。那么这一个次第哦，次第的是一些步骤哦，次序不能够去颠倒，如果颠倒就不符合正确的方法。一旦没有正确的方法，一切哦宗门教下乃至哦各个宗教哦学习成长的这些哦经法哦义理，这些正确的理论，通通了无是处。哦，因为我们不是在搞佛学、哦、道学、儒学或者是什么神学，而是在什么学佛、学儒、学道、学神、哦、假设基督教、哦、天主教，那么定位为神的话、哦、当然啦、啊哦、能够劝的话、哦、应该是更超越嘛、哦、去学习它、哦、是为了什么？为了恢复我们自己本来的德相和德能相好，意思就是说，一切众生，吼、哦，皆依自性而现啊。所以一切众生，一切诸佛菩萨如来，吼、哦，身佛众生十等无差别，哦，它是从哪里现出来？同一个自性起用。哲学讲法叫宇宙万有的本体，一切宇宙万有的现象，皆出于本体，能所。哦、其实意是具名，从到最后来讲意不可得啊，所以人家说非因、哦、不离因，彼此不相有，如来不离因，何处有如来，最后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哦啊、因为在想是一种幻想，经公经公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那如来者，诸法如意，如其本来啊！今佛亦如普佛之再来、啊。所以刚刚看您刚快哦，孔老夫子一言啊，我毕生述而不述，信而好古啊！我那种谦卑之态哦，其实最后加一个谦卑还是多余啊，因为那是生命的本能嘛、啊。一如释迦牟尼佛、哦、他说毕生所说一如古佛所说啊。那么很多人不知道何谓古佛、哦、古佛我们现在都讲迷形象化嘛、哦、在释迦牟尼佛以前一定还有一个佛、哦、成就，在那个佛成就之前一定还有一个佛前成就，一直这样教下去，然后一直往前推往前推，推到最极致的那个很古远古远，我们都不知道日期哦，年代的那个时空有一尊佛，哦，他所教的，那么绵延到现在，我们都依循他所说的。事实上，这俗说方便呐、啊，哦，亦可以去哦接纳。可是真话，古佛其实是我们圆满的自信，一切众生所谓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我得讲，那你辜负起咱的本领啊，就我们的自信本人啊，所以一切诸神。诸佛菩萨何尝不是我们显现出来，而在心现事变的世界里路、哦、没有离开心的造化，所以让他说他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心境不二啊。一切即心，心即一切，随入六道，处处皆缘，万类之中个个是佛。所以当菩萨见山河大地该成无上道的时候，即是菩萨成就无上道的时候。所以咱人哦，看待世间是啥，咱就是啥。所以这就想到一个故事啊，哦，当年苏东坡哦跟佛印哦双双羁绊，天天啊出哦，那还有一些随从哦啊相约出城哦游历啊，骑着马啊顶面，那佛印。我的看到苏东坡骑在那个宝马上面的英姿、哦、就赞叹了，说哎苏东坡、哦、你要骑着马的英姿就好像一尊佛，
对不对？那苏东坡紧接着就马上跟佛印讲说，那像你对不对？我穿着袈裟黄黄的，对不对？哎呀，骑在马上好像一坨粪，他说佛印哦，我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他说，哎呀，从我口中说出来的是佛，从你口中说出来的是粪，就冰爱朗弄底下报复大笑。所以咱看到三六台底是佛，啊，你就是佛啊。为什么心先事变啊？你的心是什么？你显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维大师来讲啊，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嘛。哦，万化哦皆什么由心造啊。所以楞严也讲，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啊。所以整个宇宙虚空法界，皆是心先事变而得啊。哇，事实上这个得一了不可得嘛，因为刹那生灭嘛，随处出生，哦，当随处灭尽嘛，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所以它的速度快到无法想象嘛，乃至于现在的科学家亦去证明，哦，整个虚空法界应谈不上虚空法界啊，哦，这个宇宙已经不简单了，因为现在地球的工具你没有降落到火星而已，太阳系还没有出，所以整个宇宙所有一切并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所谓的波动现象，那波动现象现象有实体无啊，哦，阿德公佛家讲的一合相组成啊，所有一切物质都是那一个什么基本粒子排列方程是不同而生成的，那既是这样哦，当然了不可得啊！我阿难等就执着，我，哦，是从心现，从事变开始啊。心现出来的时候是一生法界啊，对不对？当事变开始，哦，意识情绪转化的时候，就变化它的时候就产生十法界啊。所以这里面没有离开执着、分别、妄想。当这个情绪执着越深的时候，这一个世界就越复杂，哎，越紧绷。哦，所以最执着的世界就是我们常讲的地狱境界，那么最不执着的境界是什么？是非想非非想出天，六道的顶层。那么不执着的境界了呢，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所以很多学修者从梦寐以求的离苦得乐来讲，然后小苦，哦，小小的离苦叫出六道轮回嘛，那大的解脱叫什么？出十法界，四圣法界也是一种不圆满的苦啊。所以在所谓六道轮回要处理，很多学修者不知道，哦，来自于心外求法终身不可得，哦，不可得之余还常处在什么三恶道，三恶道毕竟是故乡，所以现在恶鬼得的喝坏他们的岁数都也算万年啊，哦，算千的啊，就用他们一生至少千万以上啊，对啊，啊他们因一天是咱人世间的一个月嘛，所以唔太有人哦，即卖去搞啊，对不对？什么鬼门开啥物，我要惊死。其实佛家啊，也没有什么鬼门开不开的问题啊。佛家是什么？他讲孝亲月啊，对对，欢喜月啊，哎呀，其实是一种感恩的时节啊。他在当年印度哦，释迦牟尼传法的时候，学生个个有成嘛，啊，所以他会在哦。印度的各个处所去印化，啊，底下的七鬼西亚，哦，是刚好印度的什么雨季嘛，哦，夏天雨季，那么我们知道夏天加上雨季就很容易滋生这种什么很多的疾病啊，病哦，所谓的这些感染啊，哦，所以因底下的时间学生出去印化的这些就会回来嘛，回来，所以他们叫结下安居啊。比如说学老师啊，上课上完暑期还会去进修嘛，对不对？最早的起点哦，起源点的是释迦牟尼佛创立，也没有创立，创立是我们讲的，然后自然有那个现象。比如说现在学生再回来嘛，利用这些雨季夏季的时候回来哦，继续深造嘛，把它深造，等到这个雨季过了之后，又再回到各个的教化堂哦，去什么？化人嘛，虽然拿空正己嘛，再回来继续加强正己的深度啊，哦，然后有这一个涵养跟深层的涵养，他才可以去利益更广，
哦，更深层的一些众生啊，那到来到中土，哦，变成一种因为众生心外求法，所以伊无信着家己啊，已经把拢为外靠的神子哦去崇拜相信。那因为往外去追求就是一种贪哦，我们有贪，当然就具足嗔痴嘛，愚痴嘛，没有愚痴你也不会贪嘛，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迷惑无明的生命状态嘛。那在内感外应的世界里头，你说有没有鬼月？这时候就变成有了啦，因为心现事变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啦，所以本来无鬼啊，我咧想想我拢变成鬼啊，对啊，所以疑心生暗鬼嘛，因为迄个疑的是欧北星嘛，然后集众人的这种意念之下，这一个地区就产生这样的，咱用今麦较好听叫文化嘛，然后每个地方都有风俗民情文化，就产生这样的文化，所以在不同维持空间就容易接续嘛，所以意识感召而来的。那么我们跟外在的神子，或者是这些三恶道，还是这些诸佛菩萨的互动，通通是感应道交啊。哦，那不是只有诸佛菩萨感应道交绝不施舍啊，天魔鬼嘛也要传的蛋啊，你也跟他感应道交绝不施舍啊。所以以前电视常常在播这些鬼话连篇啊，对不对？哦，啊，神出鬼没，神出鬼没好像用错名词啊，因为都是鬼出神没嘛，咱是希望神出啊鬼没嘛，啊，因咧看看阮变做鬼出神没，啊，无看到因咧讲真正的神，对不对？拢嘛对气候解释，对叫卡音啊，啊变哪化解啊，对不对？哎呀，啊，阮真正的化解嘛，嘛就难，哎呀，为什么？因为根本问题没有去解决啊。哦，外在能遇到的都已经是现象，我们今天讲嘛，现象是变的实在嘛。如果我们的心不调整，我们的境界相一定没办法就近的改善，就没有办法契入真实就近，后面还有一个圆满的生命状态啊。所以佛家讲，那个禅宗禅门这样说啊，根本修根本修啊，他是教着我们说，你直接从心性上调整就好了嘛。一组单跟专有名字叫起心动念嘛，那因为有起心动念才有所谓的思想嘛，对不对？态度嘛，对不对？行为啊，哦，啊，产生个性啊，产生你的命运嘛，我才有这些。所以修行者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啊，那它会显现在三方面啊，一方面叫身体的造作，一方面叫嘴巴的造作，一方面叫什么思想的造作，叫做念的意嘛，所以简称身口意三业啊。所以身口意如果能够亲近它，哦，我们基本上就不会被这些鬼魅魍魉捉弄了。它，啊，其实是我们开门请它进来的，人工灵界趁虚而入啊。只要我们的精气神保足，它就没我们的责，对不对？阿姆哥，咱精气神要一辈子保持保足不容易，所以要去修心嘛。哎呀，他古时治理修身哦，治乐调心呐，啊，所以有下面那种音声哦，此方真教体清净太阴，心净则身慧嘛。所以为什么要调心？没有一样东西是直接让你长出智慧的，你功智慧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可是却有手段帮助我们开发出智慧。那这个开发为什么开发？如果本来没有也开发不到啊。哦，他不是从外面去追逐啊，就是讲，咱伫这个地球，底下要挖黄金，对不对？啊，地球本来就无黄金，你就无代表挖的啊。所以他们开发黄金、开发煤矿，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哦，这是众一切众生诸佛菩萨的本来面目啊。啊，无奈乎众生迷惑，哦，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不觉生三气。境界为缘长六出，这些贪嗔痴慢疑二见油然而生，所以我们就处在这种什么六道苦厄的轮回世界里面啊，求出无门啊。所以那要搁跳往六道轮回，你得爱怎样？咱想要参行六道轮回啊，你不知道原因，你就无从去什么改善问题嘛。不知道原因，不知道问题啊，你怎么去改善问题？所以。不明理焉修道，明理非常重要，明白什么理？宇宙诸法的真理。那么佛家讲诸法实相，
哦，现在白话文叫做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哦，要明白这一个理路，我们人生的超越才有可能，要不然一切众生都是什么？四个字，叫随业流转，随着你的迷惑而造业，流转去不同的境界受苦受难而已。所以你不想要有人生那个扩大生命的苦好了，你就不行造业。那你没有造业前提，你要什么觉悟啊？不能迷惑啊。所以学佛学佛学觉而已啊，哦，并不是往外去追逐我人生的欲求啊，而是把我们的本有的觉性彰显出来。一旦你觉性出来，你是一个明白人了，明白人就不会造业，不会做错事情的意思，所以他就不会受苦啊。所以这是从逻辑上好理解啊。那么要契入所谓的我们讲的能所具泯即照双融，哦，还得要万缘放下，哦，因为我们如果还有一心想求成佛，我们这一个念本身还是一个妄念嘛，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你要求什么？所以淡尽妄情，莫更密真，只是把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丢掉而已，你本来就是啊。所以才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因为你只是恢复你的觉性而已，恢复回来啊，你本来就有的，你哪里有所得？讲咱今嘛哦，离开咱家去台北佚佗，对不对？一礼拜才讲我得到这间房子了，那本讲头个派本来就应到啊，所以要得到你的房子，对啊，所以这个理路就是众生常常在迷失的状态里面产生的，啊，就像地文啊，对不对？来军训课要水不要水龟波，那还叫同学帮助帮忙你找，同学都指着你的头，帽子就在你头上啊。对，他说哦，我现在得到帽子，因为不能随地头发定了，所以不能迷心他求。佛家在讲正法与外道，只有一句话的差别，心外求法的即为外道。那么外道不是说相对佛法跟佛法不一样的，不是叫佛法的一切哦学门派别。为什么讲学门派别而不讲宗教呢？因为佛法本来就不是宗教，对啊。那它里面有宗教这个名词，可是这个意义跟一般世间在讲的宗教是不一样的。那佛法在这近一百五十年来，乃至再多一点好了，200年来才真正变成一种宗教的模式啊。那这是一种随着众生或错误的知见而流演产生的。那么它的宗教的意思是什么？宗门教下，宗特指禅宗。教下是什么意思？除了禅宗以外的所有的派别都叫教下。那么宗门教下，宗教这两个是用现在的用词叫什么？一个佛法的学校里面有不同的科系，有禅宗科系，有教下科系。那么教下科系就是除了禅宗以外所有的都叫教下科系。那教下科系就多啊，对不对？有什么法相唯识啦，哦啊，这些方等啊、含啊，哦等等，哦一大堆，这个叫教下。那么咳咳对哦外来讲，宗教是什么？一般在讲的有一个神子的依从嘛，所以说我们依赖外在一个神子，一般的宗教都是这样。哦，啊，佛家讲的不是这样，啊，乃至于中国在造字宗教这两个字也不是现在宗教观念。这个宗教是所谓的宗的首要的重要的为一切生命人民众生所尊崇的意思，叫宗，哦，有一个主轴的意思，很重要的意思。那教就教育啊，所以为一切人民好啦所尊崇的教育嘛，一切最重要的教化嘛，哦，最重要，哦，重要最首要的哦，教育啊，这个叫做教宗教，而不是往外迷信他求。所以在佛法讲外道，不是讲其他的宗教叫外道，而是说你这一个人存在，不管你是信道的、信儒的，哦，啊，信基督，哦，信天主，哦，信圣母玛利亚、信阿拉都好，只要你去往外求的，通通叫做外道。
那不管你是各个宗教，只要你是透过这些宗教的正确义理学习成长的，学习当然要自己去落实嘛。有一个老师教我嘛，哦，学习去落实而成长改变你的生命命运的，你就叫做正法，是这么一说啊。哦啊，那么的对立吧，哎呀，啊为什么法法无争，法法平等？哎呀，就是因为一切事出世间法都是自信所现啊，所以哪有不平等的？一感觉惊啊，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这个荧幕显露出来啊，所以他没有离开这个荧幕的意思啊，是众生妄念在那边分别节目啊，哎呀，爱分别节目伊嘛无离开这啊，所以你刚才在讲你看着讨厌的节目，你转个电视跟我看，你好，哎呀，你跟我看你好节目嘛看无啊，啊歹节目耳鬼，你甲切掉就无影，所以学习成长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归四个字，叫自在主宰，要把自在主宰权拿回来。所以说咱一般在灵的世界里面都是啊，遥控器在神的手中啊，咱去用打开关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自己拿回什么遥控器啊，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遥控器啊，这叫做华严境界啊。你说每朵花哦，都开出它自己最漂亮的样子，哪一朵花也没办法跟哪一朵花相比，对不对？所以才叫华严，有时候字比较少，对不对？花的华严哦，因为中华的华，大中华的华哦，其实就是那个花的意思，开花结果的花。哎呀，那花园是什么？百花齐放啊，百鸟争鸣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做出自己的第一名，这个就是佛法。所以为什么人叫即身成佛？你在各行各业各个族类里面，你做到你的第一嘛，也没有谁可以跟我们比嘛，而也不需要去比，毕竟始终本无真，真即失道义啊，我就失去了大自然法则的义理啊。如果有所真的话，所以东方毕竟比较温存，西方哦太过猛烈，所以从小到大的教育不离竞争啊，哦啊，包括在奥运，他会到尾嘛是一种竞争啊。啊，你看奥运偌济选手是安怎退休的？运动伤害。那如果从东方老祖宗的角度是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对，是一大孝，对不对？哎呀，换言之，如果为了拼金牌而伤害自己的身体，对不对？那就是大不孝啊。所以东西方的观念不一样啊。那么运动是为了养生啊，结果运动加速自己的生命生涯，对不对？因为跳都没跳起来，对不对？用跳那跨栏一跳就倒，啊，没跳起来更好，更还好啊。因为他们走路都没听，对啊。所以这种佛法要有一种正知正念，所以没有真的状态下就是让啊，你争我让啊，让尽天下你即得天下嘛。啊，迄像阮十三岁囡仔比如的，你若甲手伸入去迄玻璃缸啊内底要揢啥糖啊，你伊咪无爱放，你得一粒都杀袂掉，连着龟粗银的无爱放你食，那你不要那么贪嘛，你拿自己那一颗就好了，其他留给人啊。对，就让啊，所以咱今麦的价值观跟古老祖宗的价值观不一样，那也不要讲古老祖宗啊，哦，跟我们的真性本人，就是说人的良知良能本来就是让啊，无争啊，可是我们迷失了随顺的习气，而不是随顺性德的习气，才有这些贪嗔痴慢啊，哦，所以有不断的想要，哎呀，啊，所以最后了不可得，哦，了不可得的境界。在想要的观念里，意义不能理解嘛？毕竟一妄解妄，哦，一妄言妄，哦，没完没了。一妄要去了解真，实在是没办法，哎呀，所以讲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说，只要我们有起心动念去想真理，就了不可得。那么，一切能讲的，通通是方便，哦，造桥。哦，让众生从这一岸走过那一岸而已啊，事实上也没有这一岸那一岸的对立啊。哦，佛法是不二之法，哦，如果有二，即不是啊。所
所以才讲一切即心，心即一切嘛，随处六道，处处皆缘，万类之中，个个是佛。阿光，第一个问题是一贤师姐提问，他说师父您好，因为昨天学生的家长跟我说，他的大女儿被干扰的事情，好像是三零，我说可能是看孩子可爱，逗弄孩子。一讲完马上就起鸡皮疙瘩，感觉有东西靠近不舒服。回到家诵经状况改善不大，我一直痛想吐，其实有感觉他好像要是来要东西的，是否是我哪里做不好需要改进？这位是亚搞的蛇啊，对啊，啊不是台湾的啊，我早上才看到一则那个信件，对啊，传给我的信件，对啊，人在北美洲嘛是无敌，明白吗？对啊，今天清晨吧，北美洲的时间很刚好下个，对啊，而且是诸如此类啦，反正就是受干扰啊。哇，你说诵经有没有同质性？人家也在那边播大悲咒心经，好像也没什么用，哎呀，那是不是大悲咒心经不好没用？所以最后还是两个字叫正量。那么从这边让我们去省思啊，如果咱阿公觉得他是要来要东西的，那我们有没有能力给东西啊？真的，啊你若要给我讨这样物件，你后来来我家发觉这样物件个如何，我给你，你敢会接受？会嘛，一般会，对不对？所以是看我们有没有东西给人家嘛，哦，那东西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什么善能量啊？那善能量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善心善念来啊，哦，那当然善上面还有一个小级数叫做什么净啊，清净啊，哦，清净到两边不立，中道不存嘛，就不执着在善恶当中嘛。你讨厌一个善，有一个恶嘛。在对立嘛，啊你喜欢，讨厌一个恶，有一个善嘛，所以这叫对法。只要有对法的观念，永远逃不出六道轮回的枷锁。所以为什么恶固然是恶业，善还是染业，污染的染呢？哎呀，所以这两个都要平等观，所以我们要等念冤亲呐。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静心为首要嘛。所以，迄就是讲，咱的定情的功夫无够嘛，啊，囡仔嘛是啊，吓啊，啊，定情功夫无够的时阵，无着，有的是过去生的因缘，有时的是真今生今世的啥经验啊，哦，就会受到干扰啊。所以，第一时间一定要训练，哦，提起自己的定静功夫，而定静功夫直接升起不容易，才有诸多的方便法。啊，比如讲，有人讲经，有人祈求。有人念佛，有人静坐，等等，也有人拜佛，哦，等等，哦，这些都是一种善巧方便。可是，是不是每一样都要去做一下？通常不太容易达成，对不对？啊，因为迄个是讲咱这样众生贪多嘛，哦，拢着一点好个如何？啊，唔知伊个拢着伊个心的是啥？多，啊多就是贪。所以其实做那个，也就是为了让我们止念。执念就是基本上另外一个方面讲，用断贪嘛，对啊，我不要贪东贪西嘛，所以会当专注，好气力开始弘法嘛。那所以当我们念经为什么效果不大？因为我们的心不够专注，哦，所以那个正量产生不出来。那么要单靠看经读经产生正量，实在说也非常不容易。包括我们说念佛要念到能够回向度众生，你也得要念到一心不乱呢。一心不乱的生命状态是什么境界？法身大事呢，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四圣法界，然后超越十法界的生命状态呢。所以为什么劝着众生，即便真话是这样，都还是劝着众生要去念佛，对不对？然后咱若平常时无爱练，咱较有可能，迄个那了不可得，变成一种梦幻泡影啊。对啊，所以平常练还不如小鬼当钱啊。对啊，所以现在那个心静即
到极处不容易的时候，我们要靠自诚感通啊。自诚感通，比如说按自诚之心去持一部心经的时候，就可以跟什么观世音菩萨感应道交。这时候不是我们的正量去化解时，而是这个恭敬自诚之心去感应道交到佛菩萨的威神加持力，那这样子有一些作用啊。所以咱台下头前讲啊，感应道交的世界嘛，咱若杂心就是感应道交啥六道轮回嘛，你越杂感应的众生就越低嘛，众生的能量啊，对啊，能量毕竟存在啊，你要否定它也没办法，即便还是在虚妄的世界里头啊，回归定境了无一物啊，可得。咱就无法度，所以咱要依循啊，所以这就是让咱去提升一件代志。平日不练功，临时抱佛脚，终难，对不对？所以这当中通常就要去照着看，找相有正量的，去拜拜托拜托帮帮忙这种，对不对？唔通永远呢，若无迄个人吼，那全世界拢去找伊，就先死上紧啊。因为人家要正量，人家也要修持啊，所以不是往外追求嘛，还是往内的定境。所以囡仔请来红。干扰，恁为啥去看？恁就知影，唔是像咱咧读册人咧讲诶，囡仔很纯真，见得啦。我感觉伊一生出来就知影安怎唱啊，对不对？就是在要握拳头把东西拧咧啊，不爱学你啊，你不爱啥？哎，我就想着，阮有一摆吼，有一个东厂因生一个祖囝嘛，听讲唔知偌大四个月啊，啥西暖，这有没有长辈修暖？我们西暖修暖啊！我第一次遇到，而且就是他有一个仪式嘛，把小婴儿抱着，然后他脖子会挂一条线，上面装那个有洞的饼干嘛，对不对？啊，现在人就爱去拗嘛，那贵的，人家第一天拗了一个口啊，知道吧？本来一直笑哦，他第一个去拗了，啪哦，被该祝福的话还没讲就哭得半死了，为什么？他心里觉得那是我的饼干，你怎么可以把我拿走？这个爱的一个奥利奥的造嘛，公公的造啊，造又不哭了。第二个来，又折掉又哭，屡试不爽。所有的人只要折的那一刹，他就要啪，他就哭。对啊，然后贪啊，贪得无厌啊。所以咱若无贪嗔痴，咱袂来做人啊，丢位啊，咱是一般人讲的再来人嘛。啊，不过咱还是讲一般讲的再来人。要不然不要讲一般讲的再来人，请问诸位哪一个不是再来人？是你从哪里来的问题啊？有人为地狱再来啊，对不对？有人为恶鬼再来啊，有人为畜生啊再来啊，所以就在人世间你才会看到，伊就带着地狱的习气，迄个就带着恶鬼的习气。那你讲，我不然知恁有恶啊？恶鬼道的业因是什么？贪啊。真的，你看周边的人做贪，你就差不多八九不离十，然后都要为地界出来。啊，若做到千分的嘿，八九不离十都要为地界爬出来，真的。若不明理的嘿，差不多畜生来啊。所以百戒千儒啊，人道也有十法界啊，也有所谓的人道里的地狱恶鬼畜生嘛。啊不，咱这干扰一句为人间炼狱，真的，衣冠禽兽。那些弄下来为啊，阿毛人间的什么天人啊，跟这些佛菩萨啊，都示现在这个人间啊。那么八难之一啊，是一般讲说佛前佛后嘛。什么叫佛前佛后？就是比如说现在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嘛，对不对？啊，当然，如果从大的来讲，法运还在嘛，对。还勉强沾到边，还不是真正的八难之一嘛？因为下一尊佛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那个弥勒菩萨会示现成佛，这段期间叫做佛前佛后，真的，中间就是八难之一啊，所以咱是灾难来对啊。可是这是对着中下根以下的人讲的，对上根立志的人没有这回事啊。万类之中，个个是佛啊，没有什么佛前佛后的问题，对不对？一切诸法心性是变啊，
所以善根立志的人随时随处都跟佛菩萨在一起，对啊，所以一切三恶大地哦，皆是清净法身无限慈悲的什么示现啊，所以包括麦克风嘛，也不起眼啊，它可以示现有情，也可以示现无情啊。所以你的南翁示现无情很难想象啊，应以无情生得度者，则示现无情生为之说法，对不对？你讲啊，这套这种代志，你拢嘛爱人跟你讲道理，哎啊，你要看禅宗公案足多，迄提一套啊，肯定甲卡一个伊就开悟啊。应以恰一生得度者，诸佛菩萨即现以恰一生为之说法，对啊，所以学法不能学成佛呆子，哎呀，一定要活活泼泼，哎呀，要举一三于反还不足，还要一稳兼悟啊。所以优等哎，他都要讲的迄个角度，这会只要搞到这边嘛，抱着哦感恩之心，对不对？哦，去感怀哦所谓的这些。哦，恩者，你的一切众生对我皆有恩，哎呀啊，来是来提醒咱，哦加把劲。那这个个案来讲啊，哦对当事人，因为要跟着当事人弄出来的，如果当事人啊，啊的，一直以来我们哈、哦、多么有心向往学修成长，哦啊，当然啦、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哦这个这几年当中。哦，去受到诸多的阻碍，哦，而不能如意啊。欸、可是我们内在潜在的哦，这一个向往始终不灭、啊。但是向往归向往，总是不敌惰性，哦啊，哦，不敌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这些的，能讲诶，哦，活在人世间嘛，总是哦，得罪人嘛，爱为着五斗米折一下腰嘛。啊，毕竟能屈能伸大丈夫嘛，这也无可厚非啊。哦，只是说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些人世间的运作而什么遗忘了我们的慧命的增长，哦，生命的维持啊，哦，固然无可厚非，可是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事物繁忙，所以忘掉慧命的提升啊。在慧命提升不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运作总是有什么心疲力倦之感。啊，即便哦，事相在换，这一个本质的感受好像一直没有非常大幅度的转化，啊，所以七月时啊嘛，你咱要甲想过搞乐色嘛是一种想法嘛，啊，毕竟一切法从心想生，哦，咱卖甲想过搞乐色嘛，讲啊七月时啊时阵拄啊一个季节来互咱考试啊嘛，现在啊可是发觉。跟着拢无读册啊，对，科礼拜发觉拢无读册，安尼要安那好事啊，互咱发觉着啊，对不对？发现问题，你才能了去想办法了解问题，改善问题嘛。那你都没发现问题的，咱一再想讲的啦，阿修有没有问题？大家都没问题啊。啊，全宇宙这两个人无问题啊，一个是永远无成长的人无问题啊。一个是做福啦，无问题啊，对不对？啊，咱大部分是无成长，因为无像伊，他没有成长到连自己有问题他都不知道啊。你看多惨，你看，然后一切用情感被吸啊，一个唔敢听，哎，那个是最可怕的啊！喝醉酒啊，被做到满身伤啊，不知道痛，所以不知道要去敷药治疗，所以他只有死路一条。那、啊、所以对这个角度，哦，叫朱慎重、朱慎选。哦，来给咱做一个提醒，哦啊，马英劝勉讲，我们的易感体质，哈、哦，一直以来，哦，时好时坏，这样讲，哦啊，当然也曾经往上提升，哦，变得比较好过，哦，可是毕竟它的根还没有去哦彻法底缘的解决，所以在还没达证之前，你讲你走100米再跑。在你还没跑到100公尺的时候，中间是都不能休息的。哎、欸，啊，咱有时啊人会去歇一下，啊，歇睏一下，啊，无安怎一下吼。啊，这有的人较无警觉性啦。你讲那边一只狗啊，你甲你又要甲你咬的吼，看你有在调歇睏一下无？对无啊？所以你得发多督促你一路出来始终如一嘛。毕竟若能不退初心，成佛有余啊。哦啊，所以在你咯的。要督促咱紧倒转来啥，尽得修业。毕竟
得日进过日少，哦啊，好好去尽德修业，哦，把我们的哦定境功夫哦提息出来，这些事情就会自然消弭，哎呀，啊，也不是哪一件，对不对？所以以前到现在不是一件，未来希望不要再一直来了，这样比较重要了。好，明年也还有七月，后年还有呢，对不对？那没完没了啊。然后至于小朋友的角度，安稳点点啊，哦，让他创造宁静祥和的磁场，哦，那个环境，哦，给他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啊，当然有时候离我们自身太遥远的这个层面，你管不着。哦，换甚且你也没有能力去管的时候，只好什么放下嘛。那在放下的同时，也不是什么都使不上力嘛。毕竟佛家还有一个哦方式叫回向嘛。啊，咱这一挂功德回向给东主林，也买不无小补嘛。可是前提之下是我自己要有，所以读过《地藏经》的都知道啊。哦，被回向者得的是七分之一呀。那用静脉回供能量好了，那做的人本身得的是七分之六的能量啊，所以从这边也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来给他检测的方式啊。哦，毕竟你修多罗河嘛，咱做了咱家己有感觉做轻松嘛，比如讲，咱爱念经，咱念了咱有感觉做轻松做平安无？啊，若无，家己保证绝对无效啊。啊，若有，无一定足有效啊。哦，你爱听二无有无一定就有效啊，啊，那无绝对无效啊，哦，啊，那真正有够有，啊，就有效。啊，再做这个比分，所以回向过去也是这个理路啊，所以透过回向其实也是在什么，自行化他嘛，对不对？让他在某一个层面的正己化人嘛，你要先正己，你才有能量去帮助人嘛，化解人家的疑难杂症嘛。哦，那么你们家公去教化，哦，至少希望能够历尽绵薄，哦，做一点什么能量的哦给予，这样就可以了。师父，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越来越没有耐心，做任何事只想快速马上看到效果，做早晚课一事，该如何改善这个问题？请师父。所以吼，咱不是业务员啊，吼。哎，做这无业绩，咱唔通赶，哎呀，所以学习成长是论实质不论形式啊。哦，与其在赶，你不如先搁着不做都好。哎呀，八万四千法，法法平等啊，乃至四出世间法，法法皆平等啊。只要能让你得到清净定境的，都是好方法。唯一爱两边啊，两不啦，唯一爱选择啊，而为人选择咧到底。烦恼纷飞啊，会急啊，啊，搁啥无做起啊，哦，啊，搁咧换袂起势啊，啊，搁咧那吼，那一堆啊，哎，啊，这个叫都没有用啊，哎呀，啊，所以这个都叫白做，哦啊，白做还好，如果做了之后这些杂念纷飞，就又容易让外在的无形的，哦，那块不同维次空间的，哦，这些跟我们有缘的这些生命体。互相作用啊，还整个产生干扰啊，那是属于冤枉。所以酸起寒的喝啊，哎呀，选一样啊，不必多求止。比如讲，咱若即马无耐心，咱得卖讲，比如讲，若人念佛，咱得卖讲定啊一点钟，还半点钟，咱得定十声就好，对不对？十声很有品质的，一句一句到位。你这十声就有作用，那搞不好这十声就可以维持你一整天的好能量。问题是要到位啊，啊你只要着急念一万声，迄一万声拢无效啊。所以论实质不论形式，哦，啊若会，伊嘛免念佛啦，会念而无念啊，对，他已经七入十相念佛，那样更高干啦。这所谓的观想、观相、持名嘛，实相，那观想、观相、持名。也是为了契入实相的手段，对。如果你不会直接万缘放下，对不对？归无所得的时候，那这些方法哦是一个戒指，哦，所以方法本来没有，是因为众生有诸多尘劳烦恼，所以才有这些八万四千法。
八万四千法代表无量无边的法。什么叫无量无边？你看现在的地球好了，不要看到整个宇宙，因为宇宙呢就卖两块五，你还记得太空船的火星嘛，打到一堆沙啊，看无物件。地球所有能看到的乃是这些不同的宗教族类，它都平等啊，对不对？你只要会当透过着伊，互你去入顶尖，那它对你有帮助就是好方法，对啊。那我们没有耐心，哦，做这些也就是为了训练我们的耐心啊。所以忍辱很重要。如果没人很有耐心，很有这些雅量，很有这些定境包容的力量，六度就会少一度了，就变五度了，因为就他就不用忍辱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法是什么，法是对治用的，布施对治兼贪啊。那么没有耐心，某一个层面也就是有贪啊，对不对？我贪结果嘛，的快速现前嘛，我贪这样东西嘛，所以我静不下来。所以这当存在人世间的三布施，其实间接也对这件事情会有帮助，对啊。持戒，对不对？在我耐不住心的时候，某一个层面也就是我持戒度不够嘛，因为持戒是按部就班嘛，叫做持戒。哎呀，一般讲守规矩，对不对？依照正确的教诲，哦，佛菩萨的教诲行事嘛，我听他的就是没有我嘛，没有我哪来一个我的急躁？没有无能即无能无所啊。所以能限所啊，所以要克除掉所，必定要克除掉能啊。所以为什么要叫我们去行六度万恨，跟这些所谓的生命的这些习气都有正相关啊。啊，所以咱平常时这几个行头跟我还有相关嘛吼。平常时连功夫无够，真的啊，无着代志时，这个急性就会生出来。啊，有人讲啊，无安尼好啊，你去练书法，啊，练书法可以训练我们的平静心。我是开笔都够急的，我只要出来，那个愈出愈迄个，啊，书法去看，伊愈写愈歹，去愈准，对不对？所以不一定所有的方法都可以对治啊。可是，在动的方面，我会建议你去朝向那边进行啊，动的布施嘛。啊，你若是当的布施在做的时阵，你的贪本来就在卸除嘛，对不对？布施是为了断兼贪呐，对。那你贪在卸除的时候，你本来没有那个贪，就没有那个躁动，就会比较定静，所以那个忍辱就会比较容易达到。有忍辱的人，一定有持戒跟布施啊，因为厚厚生于浅浅啊。有精进的人，一定有忍辱的功夫啊，所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个后面的一定包含前面的，前面的不一定包含后面的。所以有布施的人不一定会持戒啊，对不对？财施、法施、无畏施也不一定有持戒啊。那有持戒的人一定会布施啊，啊，有忍辱的人一定包含持戒跟布施啊。所以绝门都高干呐，伊就直接去了去破戒啊。绝正进啊，对不对？三门直接开智慧，前面的通通有了，你看多好，这就是我们懒人的方法。但是在我讲讲，恁若想分段，恁就要有分段的方法啦。分段人嘛是有分段的方法啦，对不对？啊，若爱骨力的骨力的方法啦，都平等。啊，分段去读册，分段去迄个上课，啊，就万年奉他的社福啦。迄就是上分段的人方法啦，啊，所以分段的人伊袂去好东好西啊，啊，好人好事啊，不一定是好啊。可是阶段性哦，我们不够耐心的时候去用动态，啊，去训练定境，啊，多运动对你有好处。静态的运动，内静外动，你敢知？其实最后回来就是那两个问题而已，肯或不肯的问题，对啊，而且不要多。功课你讲吼，你这要做袂了，那我听到我嘛很多啊。
我听着恁做遐侪功课，我着欢喜啊！恁上好是困诶，着迄落啊，往里向去安尼着。哦，个念到侪好嘞，个手到侪尖诶，对。啊，所以选一样，哦，念佛、念经、持咒，选一样就好了。啊，念经，假设念经选一本就好了；假设念佛选一尊就好了。啊，定课、散课，定课目前为止不要多啊。就是讲，你若讲两间吼，啊，为什么爱两间呢？我嘛想，咱若无耐性，咱想那无爱甲间变做佛。现在的时代，现在哦不是很常数哦，因为艺术变数我们不讲，哎，共通多数大数法则这一类，在这个时代，因为末法时期众生根性低落，所以伊本来就较高大，伊本来就较无守规矩，伊本来就较啥，较烦躁哦，较无忍让嘛，伊本来就较笨惰，哎，本来就较散乱啊，伊本来较无趣啊。所以第六度很重要嘛，六度不对之后，现在的众生末法时期根性就这六个劣根性更重嘛。那更重的时候，我们要依照古人的方法不容易，古人的人心比较宅厚哦，也看温点直性比较纯厚，所以因为他的欲望比较少，他比较能够直接有忍辱定下，所以因会当持大佛经，咱今晚都在掉。所以现在因应时代要训练耐心。跟定境的功夫，念经不如念咒，念肉不如念佛，对啊，啊佛号选一个就好，对啊，你用什么时候有号，就讲较短的心经，较侪人知啊，吼，观自在菩萨一直到娑婆诃，对，你要从头念到尾，一个杂念都不起才有用，你看多难，对不对？啊，咱是咧念念加。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候，就到几万佛标，够够多，对。啊，你绝对无效嘛，系啊。啊，那观世音菩萨对不对？观自在菩萨对，啊，你算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句算一个，一句算一个定心功夫啊。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较容易会乌白想，还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念落去？第一个较袂啊，所以你选较简单就对了。那你说很没耐心，那也不叫你多啊。你一天念十句观世音菩萨，会不会很累？对啊，卖讲啥，咱起码得少少的，一分钟无够，咱得忍了。那一分钟，如果你真的万缘放下，一分钟万缘放下比较容易嘛。一分钟叫你关机啊，卖叫困难吗？拢无困难。人家一天关机有时候我都不甘愿的，对不对？人家当时要去出头啊，人家当没做到。一分钟，对不对？十句就好了，慢慢的念，一次一次到位，对不对？然后观世音菩萨，那到位啊！你这句就有能量，就摄受住你的心了，你的耐心就会回来了。十句就好了，每天不间断，重在净念相继，不间断叫继。你若讲，既然逐礼拜逐天拢爱念十句，啊无我一礼拜念一摆，一摆念七十句，安尼大概安尼袂使。哎，迄就是不持戒嘛，所以忍辱就不会有。所以每天念十句就好了，很好做到啊。这本身就是持戒的啊，所以你就会依定依戒得定嘛，心就定嘛，心有定的人就忍辱度就回来了、啊，对不对？依定开慧嘛。智慧就会开启，所以会因为每天这就做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你的人生的境界大幅提升嘛？为什么？依报随着正报转，我正报转化了，依报哪有不转化的道理？如果依报不转化，表示我正报没有到位。啊，你这姑且做参考。洪生师傅你好，我年少不懂事，以致事业无成，错过很多。因缘自古以来都讲成家立业，但是我听人讲我的命格却是需先立业才能成家，现在事业面临资金的问题，大环境又很差，我身为长子，很多无形的压力一度让我想放弃，现在的我很迷惘，束手无策，
我依稀记得啦，好像当年我从台北回来的时候，我脑部底下，刚刚五十拜，好像28岁左右啊，也啊，我们邻居的亲戚，哦，听说我都不熟啊，我们邻居因为那住公寓嘛，有时候比较早，这亲戚听说有一个人在学那个紫微斗数啊，然后在开业啊，然后那种爸母听也真个水嘛，讲这囡仔，哦，安尼就去嘛，不是办法。啊，无成家，啊嘛无立业，对不对？啊，唔知变哪就好，人客我，敢那你有客我硬搬去整吼？啊，伊讲啥？伊讲若几岁啊？伊讲若几岁以前无结婚吼，就惨啊，一世人，一世人，迄落无出脱啦，安尼啦。啊，先结婚较有迄落啊。先嫁嘛，才会当立业嘛，啊那。去啊，先甲够有岁数嘛，就讲错过迄两个岁数那无，真着就后壁无啊嘛。先甲才会当立业嘛，啊你无先甲，你永远袂立业嘛，对不对？对啊，啊，人定胜天呐、啊，真是这样哦。不是叫我们要跟天掐拼啊，人定啊，是自己定啊，真的自己。定金功夫有了，你就可以什么胜天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可以去超越大自然的灾难，对不对？那么大自然的灾难最大的灾难无过乎我命运不好嘛，对不对？我的命运不好嘛。那么五福临门功啥？福禄寿康宁中考，中考。那么中考是什么意思？一般讲寿终正寝。好，为什么定在最后？最后都是最重要的。你讲此生四大，这个命运最后就是性命嘛。你性命拢有在调改变啊？请问里面的福禄寿康宁哪一个不能改变的？所以太上老君给咱讲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对不对？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是咱家己创造出咱的命运的啊。我们现在的命盘。是我们过去生创造的，对啊。可是我们不喜欢这样的命盘，我们这一辈子能不能改？当然可以改啊！啊改不是叫人给咱改一个命啊，对不对？而且天命不是，是改变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善。所以改修行修正嘛，错误的观念思想行为是因嘛，你修正错误观念思想行为，你的命运就修正了、啊。好，再来就是看你的向往是啥。你若爱财呢，你就要去了解是啥物原因会当得到财嘛。对，古佛、今佛皆说，对不对？咱较高，咱嘛无高过佛嘛，对不对？啊，佛伊就用这个方法去改善伊，互伊有啥有财嘛，咱就去甲学着去啊。啊，伊是安那有财呢？对不对？伊甲你讲财富是啊，是因啊，财富是果啊，对不对？好啊，咱即马若欠债，咱要创造财，咱要安怎做？多行财布施，可是即马有人着听着，才着飞起，对不对？啊，我着欠债，我要财布施，对，这个叫做解不够周到，解错了。财我们现在以为是钱呐、啊，财是大的来讲，财叫资粮。资粮不是金钱的意思，金钱是财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他告诉你，财有两者，一者外财，一者内财。所谓外财，就是一般人讲的身外之物啊。身外之物不是钱而已嘛，对不对？这不要是你身外之物，这水是你身外之物，这麦布，对不对？这衣啊，对不对？你看啊、哦，我个比如恁来，对不对？假设这衣啊，哦，当然这衣啊东西是莫妮卡衣。发心的啦，买啦！你看，他已经每个月都在做多少财布施了？因为他买的、啊、椅子啊、钱款，他不一定直接给你们钱嘛，对不对？可他已经在做财布施了，所以伊的命运愈来愈好啊！哎呀，财部分，敢那以前有钱，拢会安尼啊，对不对？哇、啊，今麦看，今麦在讲着财，就拢安尼。对啊，改啊！改变命，阿无咱们生圣诞老公为呢，烟通肯钱好些，对不对？所以外财是什么？物资，对不对？所以咱无钱欠款时，咱有咱
无用个，毋过阁会当用个物件，咱有摕去送人无？对不对？比如咱规间厝囤到有够侪物件拢无咧用，咱就是啥违背财布施嘛。因为我们霸占的资源而没让它有作用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我们没有物尽其用，人家我们就没有做到财布施嘛。所以这是外财。那么外财我比较欠缺啊，我家徒四壁怎么办？我像盐水一样，对不对？一沾水一瓢，有其他一瓢搁用起来搁用上久搁断去，那搁爱去挖补啊，对不对？搁爱跑到大海上做瓢，因为安尼都漏诶。所以我至少我还有体力劳力啊。体力劳力叫内财布施，所以你莫小看它呢。你伫路里看到一个纸屑，你于心不忍，这个环境被污染，你捡起来你就在做内财布施呢。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内财布施大过外财布施啊。这是一个外财欠缺的人，伊会当用伊的体力劳力去做奉献啊。布施是什么意思？布施就是服务奉献的意思。文言文叫布施，也是变体文啊。好啊，意思就是服务奉献嘛。那有的人有去布施，哦，做这些各层面的布施，因为他回馈不多，总是有回馈。那回馈同做一件事情一个品质，他回馈的多寡决定在你的心量。你越不求回馈的心去做布施，你自然回馈的越多。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讲到这，咱讲一个故事，迄以前常讲，有两个业务员。对不对？拢拄啊体五，哦，生得都标致，对不对？西装笔挺，身材姣好，我当然那么选美啊！吼、哦，你讲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因为业务员外在形象好像很重要哈。您公司业务干咩找一个地标？对不对？啊，不过咱老功夫，咱冇在标啊，对不对？我说西装笔挺啊，都待在同一家建设公司推销房屋房种的啊 ，A 业务员啊。哦，就翻案下来，他就资料传到有够焦的，哦，啊，现在哦有嘴讲到无，有嘛讲到无错安尼，我就是一直推销，结果有够衰，听着，这个客户拢要甲凹，听着，唔是要甲讨电冰箱，要甲讨迄现有的家具，就是要甲折扣计折扣，安尼靠东靠西吼，到时候总算也脱手卖出去，哎呀，啊，他就每天觉得好累哦，赚钱怎么那么累啊，哦，一个意思嘛。可是没有继续努力又不行啊，因为肚子很现实啊，对不对？时间到就给你挤了，对啊，啊你无营养，你换一点仔甲盆栽一直要差啊，所以一直逐天安尼做。结果 B 业务员呢，一样啊，同一家公司嘛，哎，人家客户来，他只要翻开那个 DM， 还准备开始讲，人家先等一下，我先看一下，看一下就二话不说，一间两间买了，哎呀，他说赚钱怎么那么简单？这个。原因在哪里？A 业务员过去一生中在布施的过程里面，他啥？他蹲低啊，蹲低听有吼，迟疑啊，不够大方啊，不够干脆利落啊，总算也有布施出去啊，所以也有布施出去这一节决定他这一生也有 income 回馈回来，可是他的蹲低，他的当中的迟疑、不大方、不干脆，这一个过程是新的造化了。决定他这一生赚钱赚得很辛苦，怎么样？总是会赚到，可是很辛苦。那么 B 业务员刚好跟他相反，他也有布施啊，可是很干脆啊。他说多少？真的，人家要嘛，他给一块啊。所以伊本来要推销一斤，人家买两斤，干净利落，因果不空，如是因即如是果。哎呀，那这需要验证啊，对不对？哎呀，我的人生就是安尼验证啊。所以迄天，你怎知为啥这样咧甲恁讲咧？足侪人需要。对不对？你哪会得大财富？对不对？不虑匮乏为基石，提升叫什么？财宝丰足，上去飞黄腾达。决定在你的心量啊，不在你那个有为做法。为什么菩萨布施一文钱，功德尽虚空遍法界？一是功德呢，因为他心无所着，无所住，行于布施啊，所以。他的回馈无量无边，一分功德是出即得无量无边的福德，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众生凡夫布施一亿，对不对？明你看一亿零一千万，对不对？一亿一千万，用一亿投资一千万很少啊，对不对？你那开搞这生意，这
我对兽医较无概念，对啊，所以对兽医无概念的，你就会源源不绝，就出去也无什么概念嘛，对不对？对啊，啊来嘛无什么概念来啊，一堆来啊，啊来你免甲照顾啊，嗯，那叫空财流通，因为你存在宇宙的监牢处，所以要得财，财布施非常重要。那么财布施没那么简单，不是去供庙神，听明星姐读财布施，不是听人讲穷经无量功德，咱家钱可以穷经就得财富，而是在一颗心。所以布施的原理原则是什么？随缘随分遇到的叫缘。什么叫你讲遇到的安尼有够少的，遇到你就遇袂了呢？你伫恁兜你就做袂了。啊，我再搁倒头去搁讲一个故事，最近发生的。前一阵子啦，大概一个半月前啦，有一个同餐啦，一般来讲，然后归拜啊，在别的地方的来啊请教问题来协谈啊，那烦恼什么？房子卖好几年了，卖不掉，啊不知道怎么办啊，如果没卖掉，很难度过这个难关啦，对啊，啊他在来之前，他就先抱怨一波啊，抱怨什么？他去求神问卜啊，哦。各个大庙都去了啊，为什么所有的庙都跟他讲同样一个答案，所有的答案都不能兑现，然后到底有没有神，对啊，哦啊这个不重要，重点是你房子要卖出去啊，这个嘞当然我们去家处理啊，跟他去地理怎么沟通啊，啊其中有一段就讲说你们把你家打理干净，对不对？你家不打理干净你房子卖不掉，哎呦，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打理干净不是都是一间房子吗？你我讲，我跟你保证，你打理干净，对不对？过无偌久，那条鸡啊，遐都一会来甲你买啊，安尼。那条鸡啊，啊，这个他记得很清楚啊。哎呀，啊，陪我去的小林之前还不清，还忘记这一段。他上次来感恩讲，结果啊，他真的也很，然后狠了心就去打理。哇、啊，他本来要请我去他家跟他们的地基组讲话的时候，说提供方法怎么样让他能卖出去的时候，他先打电话跟小袁讲说啊，师傅来吼、哦、是被一二三四层都会去处理一下，还是只有在第一层？你说啊，这是什么意思？有差别吗？不是啊，如果一二三四层都要去，那我就要打理四层啊，对不对？啊，如果只有在客厅，我就把客厅稍微宽宽的安尼就好啊，安尼较袂忝啊，对不对？嗯，毛利啦吼，啊，唔过你看这是啥？这是应对外嘛，不是内。所以去了之后，果真上面的我没去嘛，我想说也不要去，造成人家困扰，就在底下睡完之后，隔一个礼拜卖出去了，钱进来了，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刚好是我指的那条街的前面那条的那个。那一户人家来买的，来说家己，对不对？他家跟我家看窗子看出去的风景原来是一模一样的，他来我家四楼看出去说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风景，这样你还不是还明白一模一样吗？对不对？然后卖好几年卖不掉了，为什么？我要说你要布施嘛，你一辈子不布施，对不对？然后我没多少钱可以去布施啊，你家这么多机会让你布施你都不要，当财布施呢，你若做不了服务不了，你就是赚不了，所以人我们都巧啊，对不对？我们每天的家都在外面找钱，对不对？内财布施啊，对不对？你看来来去去的，比如说你们今天来我就服务到所有的人了，对，我营业的赚不了，就这一回事啦，就让财布施是因，财富是果。那当然我只能约略举例啊，希望你们可以透过那个例子去体会到它的原则原理啊。毕竟从四项修齁、哦、没完没了。哎呀，你修一掉三落四啊，对不对？从理上契入，你的人走到哪里都是财富师啊。所以说你修了啊，啊你若无，那我就七刀啊。哎呀，这哪个人就我七刀啊？你说你输啊，输我怎么是人哦？对，七刀啊，人家六祖慧能开悟都还在那边煮饭给大家吃，布施。所以讲到这个，我这回来再讲这个理路。为什么五祖弘忍大师，对不对？六祖慧能大家都知道嘛，哈、哦。哎呀，
一载折经嘛，哦，那开悟圣者，他24岁的时候去会见道弘忍，对不对？开悟吗？哎呀，啊，为什么弘忍第一时间就把他打发去堆访，聪明哦，去厨房的意思啊，哦，去洗米、煮煮饭、煮菜，给大家给僧众吃啊。一般来讲，黄梅道场上千人的，对啊。结果他在堆访8个月，他只跟弘忍见一次面，论一下而已，对啊，就到堆访去了。8个月，对啊，都没进过禅堂，所谓禅堂就是教室，哦，咱用恁的各听下话，教室都没上过半堂课，传一波给他。啊，其实他当下已经开悟了，弘忍也知道，哎呀，为什么这样钱差遣他？应该说一波交给他了嘛，因为福不一定够，所以要让他在堆访里面服务众生。那六祖慧能自己也知道嘛，所以他也甘于在那边服务众生嘛，伊也袂讲哼。看看这间武器丢了，你就是我开悟啊！我搁在底下煮粉红虾，对不对？加行嘛，对不对？那他会这样吗？不会啊，毕竟开悟圣者还是有他的什么涵养，对不对？佛是为什么的？度众生啊，对不对？啊，有机会几千人和我底下服务，我赚大呀呢，现在，所以了，一传一波传给伊啊，传给了，伊也讲。易主啊，易不易？你还不能太早出来讲，对不对？你太早出来讲，就会受到人家的责谤啊、诽谤啊，哦，去用伤害的意思嘛。所以一拨传回先叫紧得嘛，赶快逃命，因为佛寺的人都会去追杀他逃命。对啊，逃了之后他去哪里？猎人队里面待15年，在干嘛？在煮菜给猎人吃。对啊，煮饭给猎人吃。那一样的意思，我开悟啊，我哥在行里比较发心，真的猎人发心啊，所以这些时期就是他积福培福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服务众生，他的体力劳力服务众生，你可以提钱嘛无啊？伊都也未去见弘忍，伊都无啥钱啊，伊咧捡茶卖茶呀，哦贫富啊，所以他没有外财可以去供养一切众生，他用内财啊，你看。后来到30啊，他说出来讲经说法的时候中那么多，厚积薄发是这样的，所以如是因如是果，只要你了解这个理路，依它的原则原理，260中把握住，哦，人事物通通去对待的时候，很快财的问题就能解决。包括于都于济公遇到成绩，他也是认真去做个1年就有效果了，哎呀，3年有一个大成。袁了凡先生也月月都1年3年啊，对不对？一的无一，如愿的回收啊，通通是这样，表示什么？这不是谁的专利啊，这就是什么？宇宙诸法的真理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明理的人，他对财他就看得开啊。破佛门为人之道，是我创造出来的啊，我创造出来的谁都拿不走，所以我一大抢逼起来的吼，听讲，这块黄金吼。那是你过去先布施得来，你无小心落伫迄院子外口，10冬拢无人会捡。啊，若有人会捡，就是第一时间甲你送来，这是你的吼，这是你的吼。就是讲帮帮忙，我就带你遐边照顾，你去摕你来给我。如果是你布施的，谁都抢不走。哎呀，啊，这又让我想到有一次那个，对亚聪那个哥啊，你要不要讲那个故事给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次跟师傅那个写了一张画，然后呢就那张画就一叠写嘛，然后就在那个交给师傅之后呢，师傅就把它放在那个外套口袋。后来呢，我们就一起到那个粮食库房要去拿那张图，然后师傅的那个车子的窗户呢是没有是摇下来的，没有关。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外套，钱就在口袋里，然后门没关，车也没锁，我就很惊讶。然后口袋又很浅，所以装不了那个红包袋，所以露出来一大钱那么大。然后那边的环境是，咱讲诶，它龙石杂处啊，哦，啊，做侪人人气气，哎呀、啊，
我们那边看起来就是那种铁工厂，所以呢是那种很多流浪汉会过去的地方。然后我就问师傅说，诶，师傅那个刚刚那个钱为什么你没有把它收好？然后师傅就开始告诉我，如果是那个监牢库的钱是不会有人拿不走的。我才下了一课。我就跟他说，你没提出来，我还忘记有这件事情。啊，紧接着因核心嘛，请咱吃咖啡啊，而且各这种福利，啊，在咖啡厅就提出这个疑惑，因为一些心够喵嘛，一般人这样子怎么可以？对不对？啊，伊唔是伫咧担心伊的钱都是啊是啊。结果我就是迄个甲讲啊讲，不施之财是五不取，王府盗贼、水火不爱子，五不取。什么叫王府的贱妇啊？所以你拿一千布施的钱，完全完完满满布施的钱，你是被扣不了税的，你知道吗？王府啊，对啊，盗贼，你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偷抢走的。如果那一笔钱是布施的，水灾啊、火灾啊，对不对？阿克萨不爱子，不爱子就是一般讲的败家子，你要不要见？我那有时要强得内斗啊，一边一个。一夕之间会摆掉掉，对啊。那第六个是自己，所以如果不是不施之财，都被这五个瓜分一些走了，看成分。所以咱现在人大部分拢安尼现象嘛，弄一些损失啊，哈、哦，来讲，对啊。不施之财是五不取的，存在虚空法界的监牢处啊，一个能量场，随时要用随时有，谁送来的你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你要用就可以了。所以你也不必存在银行，也不必去买基金、买股票，通通不用了、啊。反正就是有这么多啊。啊，你刚才在讲，讲些理论啊，你说为什么我拢看他毫不在乎？我讲啊，你在乎就可以嘛，对不对？有的你锁在保险箱也被小偷偷走啊，那保险箱密码只有你知道啊，你在乎可以吗？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对财明白这一件理路，你知道吗？我说如果那一笔钱啊。我们出来的时候被偷走了，感恩啊，感恩那个偷的人啊，为什么？因为他让你有布施的机会，是不是？啊，布施是因福德是果，哎，我啊那不是嘞，那不是，啊那感恩啊，啊不是啊，就感恩，感恩他来要债啊，因为哪来给你讨客，不是，有可能在你欠伊少嘛，过去先嘛。啊，过一天，伊较早来甲你讨客，是毋是？你较减负利息，所以为着减互我负利息，我得爱甲感恩啊，对不对？把这一条业因果报消掉啊！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完，因缘会止，果报还自受嘛。受了怎么样才能消掉？就是心保持平静嘛。所以那些钱就是这个理路嘛。啊，若是我报过去先报死该得的，无人会知啦，你放心啦。啊，你根本人会使，你想那要加一个超凡去顾迄钱的，够奇怪。对啊，为了很多钱，脑神经衰弱，即马足侪人安尼呢。我捌一个师姐，伊就是安尼呢，伊伫迄台北的公馆遐有因的老厝啊，公馆嘛、啊，哦，台大附近那个地价很高啊，地下室才我们这个一半就1000多万呢，还地下室，伊卖一间厝去，互伊赚要1000几万啊，从款子汇进他户头那天开始，忧郁、躁郁症，每天在拿那些钱去买忧郁症、躁郁症的药。啊，你讲我为什么伊讲无啊？啊，种种这么侪钱来，我会惊啊！我惊啊！吼，万不利若去无伊，万不利若去有送客去，万不利人若甲我骗去啊，开始忧郁症、躁郁症，甲即嘛呢？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生境界努力啦，你努力赚钱，你想成家立业什么等等，不就是为了什么？幸福美满嘛，幸福美满人生怎么会有烦恼与牵挂？所以我们追求的方向错，所以要创造，所以创造之前要明白，所以财是安尼啊，再来啊，情音乐多啊，系啊，你讲有啥物人去讲话，人然后比较哦较水安尼，其实不是你讲话就比较水啊，是你讲话的时候你想到六度万恨，佛前讲花嘛，花代表六度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行六度万恨，他的人生境界要翻盘很容易，不出一年就可以解决，尤其财的问题太简单了。
真的啊，你讲，如果你是你讲，你讲，你有你，你讲太简单，当我无的时候，你拢比我较有啊，哎呀，人我嘛是安尼如如不动啊，每天过得好日子啊，好日子就是心很知足，很满足，对不对？不一定说你想买什么有什么，问题是我从来没想过要买什么，所以没有钱也不会怎么样，哎呀，哎呀，我先到即马，从来唔捌要想要买啥个。下买物件拢叫用逼个，啊，唔是要送人，就是叫用逼啊，对不对？如果万一在台北之音，对不对？啊，现在在做音控声音，哦，啊，我那个位置就是你们所有在收音机听到的声音都在我那边汇集，最后才播出去给你们听。那前面播的前就有明星来来去去嘛，奥奇盖台湾一个。管理部的一个同事到来讲，这人叫小哥，小哥，你在干什么啊？我在工作啊，工作你怎么穿的这样子啊？哦，邋里邋遢呢啦，穿的那时候邋里邋遢。我说啊是安那，阿无破阿无邋遢，对不对？啊，这是唔是名牌名，阿无是安那？讲你嘛帮帮忙，拜托的去买一个较水的衫，对不对？穿来我要创啊。等一下，刘德华要来呀、啊，安尼啊，刘德华，啊，刘德华想我有啥物事代啊？对啊，啊，伊录伊的音，我看我的字啊，我有啥物事代？众生啊，对不对？我嘛是安尼喝鬼喝鬼，对啊，所以连买衣服都是要被人家逼啊。啊，可能在嘛，我最后一次自己掏腰包买衣服是在什么时候？1992年。1992年我大一的时候最后一件衣服，对啊，啊为什么会提起？因为有一天我穿啊，伟宏看到说，哦师傅你这个衣服好有型哦，你看看我那个审美观好有型啊，哦啊这是哦那一两尊起码新的衣服都没看到，你看我是1992年我买的，对啊，穿了几年了，穿到现在啊，现在还在穿啊，诶唐秀呀，那不哎，天气个要冷啊！冷个时候，我穿来给恁看下。你瞧瞧，我都第一种衫，去细汉的时阵啊，当中都没有再买。所以，一方面你的节俭也是一种布施啊。可是节俭不能勾搭，我们是对自己、对外很大方啊，都要大方布施啊。所以你的财的问题就不会造成问题。嗯，师傅您好，初次见面有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人生的关键字。有什么关键字？人生不要去追逐啊，然后那我爱讲放下即得。那如果关键字就是一个静，清静的静啊，清静啊。相对你想东想西啊，思想是人生最大的障碍。相对幸福美满来讲，啊，众生思想重，所以他就必须要清净，啊，清净是回归的路径嘛，回归真实美慧的人生的路径，所以那有一支，啊，是讲那一支就会当起你有哪非常显示者啊，净。第二个问题就是适合。有学术到日本留学吗？看你要学什么啊，对啊，啊，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不是适不适合的问题啊，是人生有梦，逐梦踏实嘛。你如果没有你的中心思想，你所有这一辈子被算命的算适合的都不一定适合，因为那只是一种宵夜，哦，算命的会算你适合，就是你过去生常常接触这件事情。所以你来到这辈子这件事情比较容易上手，叫适合嘛。所以你看我五行的角度讲，哦，你适合行金的路线，你适合行水的路线，先对啊。你适合行土的，做土的事业，做木的事业，先对。迄就是过去先加之下的条件参数嘛，来到这辈子，问你就来了啊。如果你接触到你熟悉的，你没有一个正向的、纯正的宇宙人生观，你这件事情只是缘。不过也没办法帮助你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远而已，远是机会条件啊。啊，不，我比如啊，今嘛所有的画家，
台面上的哦，咱讲诶历史记载的哪一个不适合画画？所画画那一幅，大家拢做有名，画得就好啊。对，国际知名的那些哦大艺术家，有几个幸福美满？啊，你是要做适合这道做咧？啊，全青山绿片，还是只要适合个人，但开创幸福美满人生，这比较重要。所以人生价值观比较重要，不是做什么行业重要。啊，你若知影要赚钱尔，什么行业拢无重要。你的布施，你做什么行业拢会赚钱。你如果愿意去做大布施，你做任何行业都赚钱，你即便不做行业也赚钱。哎，企业家后代，看我做什么行业，真的，伊一生出世就是要接遐个遗产啊，伊有大赚钱啊，伊个行业就是出世伫企业家后代安尼。伊过去先有财个布施，啊，毋过毋是大家拢会当延续嘛，所以富不过三代，真的，创业维艰，所成不易啊，不容易啊。啊，所以迄就是咱的价值观是啥？啊，所以适不适合，对我们来讲，会告诉你都好，可是不能没有纯正的宇宙人生观。第三个问题是该怎么做才能找到自己的路？学习圣贤教育，对啊，知止而后有定，定静安虑得，最后才会得到你自己的路。如果你没有人生依止，就像水上的浮萍。东吹西飘，西吹东飘，永远没有自己的路。你不知道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会愈挖，啊，伫学术的深入，愈深入，你会愈啥能力茫然。学术的越深入，换来的生命状态就越茫然，因为方向错误。不是学术本身错误，是我人生的价值观不一定确立。那当然是有细项的部分。近年来啊，放生一直给人一种负面的观感啊。那它是可以被理解的，就好像一直以来，也不是近年来，佛法都给人家一种迷信，还是说那一般的宗教，都给人家一种迷信的观感，让很多民众嗤之以鼻。你说对不对？也对啊，因为我们这些那各位佛弟子啊，是宗教徒做错误的示范，他没有把一个学修成长的正确的样子拿出来嘛，而自己也弃入迷信，所以人讲迷信是正常的嘛。那放生很多的，咱看到众人做这事，也未先得放弃啊嘛，然后他没有去替这些众生生物去设想，啊，甲咸水的等来淡水的，淡水的等来咸水的，对不对？啊，当然嘛死，所以。包括一些迫害生态等等，通通有这一个问题，真的是有啊。可是偏偏放生属于无畏布施嘛，无畏布施果报是健康长寿嘛，那个能量的回收就好像财布施果报得财一样的意思。所以健康长寿并不是你看到顶部吃养生食品的到一点呢，那前是张峰微微哦，肺癌走掉，电视就有访问三个妇人，对，就说。他三个妇人也是肺癌，他也末期了，然后他们共通请教医生一个问题，主治医生说，我们共通的特色就是生活作息、饮食起居都非常的正常，而且特别注重养生，什么坏习惯、抽烟、什么酗酒、什么通通没有，作息也不熬夜什么，为什么我们还是末期？医生跟他说，这个无可解释，哎呀，因为他不知道。超出他的知识范畴以外，所以你哪不听得他？因为过去生少无畏布施啊，所以得的生命果报是这样。那他现在得到，他能不能改善？可以啊，改善不在药物上，是在你的修行上，修正错误观念、思想、行为啊。用你做事做够家己的，你不一定会为众生设想啊，对不对？你不一定脾气好啊。对不对？你不一定会做大方，你有可能孤单等等的迷句，也造成你的生理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啊。所以人家吼，奉献一挂东山，因就去为着这件代志去，这个考察，去找很多河岸地啊，它可以适合他们选的这些原生种的生物去生存，也费很多心啊。那么
我们比较倾向用一种富裕的观念去放生，哎，啊，透过放生去达到哦人性的觉性提升起来，真的是要去护身呐，因为没有护身才来个放生嘛，哎呀，就好像道德仁义礼，因为义没有了才特别强调礼嘛，如果人都讲义，对不对？就不用多一个论理了嘛，礼貌的礼啊，所以一旦连礼都没有，就人性溃堤到极致了，就不是人了，也就是带着人品里面的三恶道了啊。所以奉行一拜吼，哦，会去办的原因就是安尼啊，不妄显正啊。我们与其诅咒黑暗别人放的不对，不如自己做对的就好了啊。哎，可是一定还是得去什么，哎呀，接受这些耳语。啊，因为伊无了解啊，所以无了解人就误解啊。啊，你若无表演出来好看，伊就无机会了解。啊，这是义理啊，看大家有甲啥物理解无？师父。So